大麦克啊。熟悉这首歌旋律，对，然后那我们乐手在准备的时候，先来介绍一下吧，就是我们主唱许仁豪，大家好，然后吉他老师Number One，张小琴，Number Two吴义群，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还有一个第一握手谢晋荣，但是其实知足这首歌原本是搭配钢琴嘛，就是在原版的 MV 里面就是配钢琴的伴奏，可是有点抱歉没有办法就是搬钢琴出来有点麻烦，所以就委屈一下晋荣姐姐，然后弹 keyboard 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在民谣就加入了新的古典元素，所以你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大提琴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，等到谁会出来拉它呢？好，准备好吗？好，那我们就要开始了。
谢谢。